谁会得奖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有一个人很想得奖。谁？姚宁，你在哪？哦，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前几天跟我说他很有信心，就像拿了彩票一样，一定会中奖。哇，那等一下打开不是他的话，就叫他离开走人啊，他不是最会了。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得奖的是吴鹏凤，降河回流。不好意思，对，那就是我是这支片子的导演，那临时上来替鹏凤领这个奖，非常的紧张，但也非常开心。我相信虽然他没有看到这支片子的成品，但我相信他现在一定在看着我替他领取这个奖。接下来要颁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，好紧张。你觉得谁会得奖？谁会得奖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有一个人很想得奖。谁？姚宁，你在哪？哦，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前几天跟我说他很有信心，就像拿了彩票一样，一定会中奖。哇，那等一下打开不是他的话，就叫他离开走人啊，他不是最会了。没关系啦，他还有华灯初上的男主角啊。哦，那这样我就很犹豫，我到底要不要开？不过还是得开，我们看一下入围的有。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入围的有，你要相信他，王伯杰，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影集版，好好看文创有限公司。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。陆公路调岗，今嘛嘞？吴鹏凤，降河回游，按图施工影像制作有限公司。我不知道，已经是接工具，想要修。林赫轩，池塘怪谈。金盏花大影业股份有限公司。你先请，拜拜，你先请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范少勋，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影集版，好好看文创有限公司。没想到竟然用这种方式实现。不然我们来玩躲猫猫。杨佑宁，良辰吉时，影响原创影视股份有限公司。好紧张，我也好紧张。OK， 好哦，得奖的是，不要看啊，等一下。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得奖的是吴鹏凤，降河回流。生猛如林，饱满穿透而深情，无需再强调他纯正的口气与真情真挚，而是一眼入心，完全不拖泥带水。病房一场，更做谦让低下，荒凉承担。不好意思，对，那就是我是这支片子的导演，那临时上来替鹏凤领这个奖。非常的紧张，但也非常开心。我相信虽然他没有看到这支片子的成品，但我相信他现在一定在看着我替他领取这个奖。谢谢。